bro. Hey, bro. SK 브라이뱅 잘 돼가고 있어? 아, 지금 노래 작업 거의 다 끝났고 되게 잘 나왔어. 지금 작업하고 있어. 볼래? 들어봐. 卡住了，变成了你的自拍照，打扰了，来来。都忘掉。对，就是这么简单啊。那这个挑战，大家觉得大华完成的怎么样？哎，你看你的鬼脸卡的。来吧。没有，我叫这个。那你可以。 根据这个音乐 solo 一段也可以，创造一段属于你自己的舞蹈也可以。后面不用像他们一样拄拐杖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来，那我愿意啊。可是 Henry 要准备跳舞喽。这个要怎么？你准备好了，我就给你播音乐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我先给你感，你先听一下。等一下，我试一下。你先感受一下气氛。要歪头。 要再看一下吗？这个不行啊。那你就根据这个你自己跳一段，来再看一下啊。没有，他们有那个规定的动作。对，假腿。啊，再播啊。这样。然后手就上上下下就可以了。对。这个不行，对不起。哎呦，对。 Henry 说这个太难了，就是那你要不然你就给我们跳一段你平时最喜欢的舞蹈好了，但要有音乐是不是？我比不上这个。不一样啦，这个就是娱乐啦。但是你是专业选手啊，要再来一遍是吗 ？Henry 决定再挑战一遍啊，我们的假魔性假腿舞。好了，我来播喽。假腿伸手，歪头。 跳了还是不行吧。Henry 说：“我太难了啊，大家都给你鼓掌嘞！你看，你看，我真的被吐到了。” Rain 我要一个东西要给你，还有东西在哪里？哎，我刚刚，好，我刚刚那个，好啊，在这里，给你们，拜拜，晚安，做个好梦，我真的走了 ，OK， 好，最后一个。 拜拜，哦，还有我的爱心鼻孔，你看，这是一个星星，你看，不是星星，爱心，拜拜。